日升班那么这样安排啦。好哟，好啦，我答应了。等一下会涨潮把你淹死，这才是我的目的。很漂亮哎、欸，就是完全面海，带大家看一下外面，座位旁边直接就是海，夕阳就在这里。他们 menu 有中文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他女儿画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搭配这抹夕阳跟这片海景，不关你的事，我的流。大家早安，早上5:07，这次要去的是越南，这是受到富泰旅行社的邀请，因为他们开了新的旅游航线，我们是第一组他们去越南的旅客，反正你们就看着我们的影片玩，如果到时候你们去玩有任何跟我们影片不一样的地方，不关我们的事，你就直接拿着影片去质问他们，旅行社也是蛮有种的啊，这东西自己注意一下。特别来宾是不是？你没有跟上开场，昨天我弟啊已经到我家了，我们在确认签证的时候他给我大叫一声，我的衣服那些都准备好了，讲重点讲重点，结果我发现我的护照放在家里，你说会不会气死？我们想说真假啦，快点啦，你看会不会狂？那如果等一下托运行李的时候，然后我会被叫回去，行动电源又放在里面。如果是此刻你发现你的护照没带，会疯呢。我不会理他，我会飞走啊。用爱陪伴，老来无伴，这个口爱的捐钱箱，老来无伴，我好像盖头。对啊，你帮自己存一点钱，会有叮叮叮。叮咚，好空虚哦，所以你给他一大把就不让。对，你们看看谁现在这么帅，天哪，怎么有这么帅的人，那是我需要帮忙的吗？没有，我的旅程你们应该会很开心，会很开心啊。天哪天哪，是谁？可以跟你要签名吗？拜拜。天哪，虫虫本人好可爱哦，他本人好清晰，没有 no no 哎，飞3-4个小时不止。抵达越南我大概11点到大厅，等一下要3点的飞机去富国岛，我现在先去找导游，不要激动，谢谢你们，不要激动。我们的导游，我的是妮妮。我们的导游丁丁，小辣妹，你是越南人吗？对，我越南人，中文也太标准了吧。丁丁说这几天会带我们醉生梦死，那就交给你了，麻烦你了，不醉不归。没有了，我们不喝酒，我们都喝水的。最好是那个电音能扎到我耳朵，中耳炎发作。我们这6天买的网卡是这一家 Vina Phone， 丁丁说这个网速是最稳的，我们买了8G， 台币100多块，记得你一下飞机就要在机场里买哦，出来就没有了。越南的谢谢怎么讲？干们干们对不起，就是新罗哎，新罗很像新嘞，新罗你好了吗？新脚新脚新疆来新疆，刚们新疆，这个简直是。我们现在在等转机到富国岛，先在国内机场逛一下。抵达富国岛，从越南搭飞机过来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。这个是我们在富国岛的车，你就要当巨星了。你以为是保姆车是不是？到富国岛的第一顿晚餐 Mango Bay， 这边闻名的就是它的夕阳，刚好我们赶得上夕阳。哎呦，感觉这风景不得了。你先跟我求婚哦。先不要。哇。日升班那么这样安排啦。好啦，我答应了。等一下会涨潮把你淹死，这才是我的目的。很漂亮哎、欸，就是完全面海，带大家看一下外面，座位旁边直接就是海，夕阳就在这里。他们 menu 有中文哎、欸，这是他女儿画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搭配这抹夕阳跟这片海景。不关你的事，我的留牌来啦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啦，不要说对你不好啊，来啦。海鲜意大利面，它的味道很重，酱油味，它的九层塔味道也很重，搭配起来蛮好吃的。我觉得它炖饭不错啊，西瓜赞赞赞，你最喜欢的，它前菜是咸西瓜哎、欸，它有加咸的酱料哎、欸，好像五味酱，很像南部那种番茄，然后会加姜汁，好神奇哦、喔。我妹点的是炸腰排，炸控吧，俗语来说的话，喜欢，因为它不会太咸，然后酱是甜甜的，炸得很酥脆，很像那个烤乳猪的那种皮、哦，所以咬下去的时候是脆的。OK， 牛排很普通，这间餐厅的餐点算是用心，不过我觉得它这个景真的蛮猛的，配上这个景，我觉得这间餐厅可以。5-6点的时候。然后看日落来吃的，第一天晚餐过关，一定要来。不行，你太没有热情了，一定要来。店员被你吓一跳，夕阳拜拜。房间非常简单利落的房间，有一个木头的味道，有一个大阳台，就是一个干净的房间。让我们来为今天做一个结尾，我累死了，因为今天我们太累了，我们半夜3:30就起床了，然后今天又这样转机，舟车劳顿，今天早点休息，等我喝完一瓶从台湾带回来的烧酒就要睡了。明天是我们的跳岛行程，晚安，大家早安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，然后等一下就要去跳岛，可以点一碗面来吃。用餐的地方很 chill， 旁边就是游泳池。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我们要去搭大船。我们今天参加的是当地的 local 团，今天会去3个。你打到我了。刚刚导游说我们会去3个岛，每个岛的距离大概都1个小时。我听到戏，会花去，整个火花去。本来以为只是一个上半天的跳岛，回到饭店可能会是下午5:30。他们那个是可以直接现煮的。大船上里面就有一个中央厨房，而且现在没有太阳，是还蛮适
舒服。丁丁帮我们找了一个 VIP， 我们在船的上层的后面这边，我们有个 VIP 包厢。你要三八了你？包起来。这边有一个世界最长的跨岛缆车。我会吓死。变容易疯掉哎！到了第一个岛浮潜的地方了，每次戴蛙镜都很丑哎。不用钱的可以借这个蛙鞋。下面是一片一片的踩到会死人哦。要用飘的，要用飘。对，那个脚尽量能多高才多高。你们一定要穿蛙鞋下来，因为这边的珊瑚很浅，还有浅啊！看我。刮到了，对啦，所以你很容易就会踩到珊瑚，不是故意要踩的，但是它太浅了，然后那个浪一打，很容易就会踩到。那个脚吼，保持最高的高度在这里。今天风浪很大，然后最近天气又不好，所以下面柔柔哎，跟彤彤的脸一样。彤彤，原来你是在我们身边。鱼还蛮多的啦，但是我觉得水应该是有点浊。虽然没有下雨，但阴阴的，浪也很大，可以算是我们有点衰啊。今天的中餐直接在船上解决，他们会拿最新鲜的料到船上直接烹饪。我弟快不行了，他晕船。六菜一面一饭一汤，你吐了吗？第一次晕船，第一次看你不舒服哎。这边都是海水鱼，好贵好贵，这样买的都要好几百块。老吴老吴，要不要帮你抓两只？带一点放口袋回去。丁丁，我们不会被摘去卖吧？这不会是人肉集团吧？我们之前呢，好晕好晕啊！弟，你终于踏到陆地了，感觉还是有点这样。很嗨，这水真的撤了。走到一个资源回收厂，喂，一个景点吧。对，你这样下去，嗨。浪还蛮大的。别拉开，熊内尔，谁啊？很烦呢。马拉湾重现。还冷大个，熊内尔。看到很多人还穿那个 H 碳爱刮痧，点一个拿回去刮痧。我现在就帮你刮。这位老会老弟哦，你可以把他的刺青刮掉啊，你用转的。对，他认真生气哦。这边海滩小小的，但是很气哦。不过浪蛮大的，一定要小心。这边穿的马达实在是很复古哦，他等下会失手。今天跳岛的最后一个行程，我们要钓鱼了。上次去苏屋钓鱼，我真的觉得钓鱼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。好像有，好像有，好大只哦！自己钓一只好吗？刚刚那只导游钓的，看看人家开心的钓到，看看你们有没有用啊！你们看你这样，我都心酸了，像个河豚似的。岸上不知道干啥你？你看这么多只鱼，没有一只是我们钓的哦，这感觉就很好吃。在这边夕阳，我们就静静的等待。人生就像钓鱼一样，一无所获 ，nothing。你们的人生就像这场钓鱼，我哋可以做几碗黑叉米好食，鱼霸汤嘛喝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人家开心的，我头晕呢。船要走了，然后没有人跟你说，就痴痴的等。OK， 这趟钓鱼我们失败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去本岛了。晚上5:48回到了饭店，洗个澡，准备去夜市。肚子快饿死了。今天的晚餐在夜市解决。这个夜市热热闹闹。丁丁，这个夜市叫什么名字？富国岛夜市。哦，是这么简易啊？这是什么？像春卷图，放一些油葱，再打两颗鸟蛋，直接用炭火在上面炒越南春卷。它里面放了虾米、葱蒜，就他们那种油葱。哦，你不要这么自然的在镜头面前问我问题好不好？超爆好吃哎，因为它里面有加美乃滋，所以甜甜的，这可以哦。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我天啊！啊，我想问你晚上戴这顶帽子什么意思？陈雷哦，你不要讲任何猜疑，不要害死我。你看我弟就是这样很有心啊，气死！这边每一摊都超好逛的，我们才在开头而已就停超久。丁丁说这边龙虾超便宜，这边的海鲜都很新鲜啊，因为靠近海边。叉叉这些叉叉，那东南亚就是要狂吃一颗一颗的这个炒玉米，吃起来好吃。我们还买了一盘炸弹，它就是一颗大鸟蛋哎，上面的话是加玉米跟虾子，吃起来蛮好吃的。越南夜市很干净明亮，比我想象中的好逛很多，而且今天刚好凉凉的，超舒服，地板都超干净，没什么垃圾，我觉得还比台湾干净嘞。丁丁说这个好吃，长得很像龙须糖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超疗愈。淋巧克力，你可以选巧克力、草莓或者是炼乳，打一些花生粒在上面，上面这样另一块饼皮盖起来就完成了。它的饼干不是脆的，然后椰丝，很好吃哎。反正我们就这样卖啊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海鲜吃起来，我们现在在好点海鲜，螃蟹一只大概台币50-60块，海胆台币33块。我喜欢富国岛的夜市，东西真的都好吃。我给我们家弟弟饿到了，他今天真的饿坏了，中午也没怎么吃，因为他在晕船。他这个肉就是很像汉堡，没有到很好吃。
螃蟹来也好吃，他们这个酱料这样用超好吃的，胡椒盐然后几斤几在里面。海胆来了，它弄成熟的，你要把它刮下来。有海胆吗？不会，酱的味道太重了，我是吃不到海胆的味道。海瓜子居然是煮汤的，这扇贝好吃。我们刚点的海胆，因为它太多佐料了，所以我们又点了一盘，叫它不要加佐料，不太像我们在台湾吃到的海胆。我弟的海胆初体验，不喜欢。来夜市来体验他们这样一盘一盘卖的海鲜，不错。可是章鱼的部分，我觉得可以不用点，因为他们这边的章鱼是属于烂烂的那一种。但是丁丁说他们这边的章鱼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烂烂的，没错。可是我觉得台湾人吃不习惯。我们吃这样560K 台币，757，四个人呢，一个人不到200，好像士林夜市哦。这个转弯，你知道我在说哪个转弯吗？就是有一个转弯，我没有爱迪达，乱买那边买香蕉装。我觉得我可以把它诠释的很时髦。我就是乱买细的，管我。富国岛好玩吗？好玩，好好买，对对。夜市好好玩哦。很好买又超便宜，逛完了差不多耗时加吃东西2个小时左右。这些小女孩们在做指甲，光疗指甲200块，她们两个自己跑去光疗，我们决定来按脚，脚底按摩半小时150越南盾，差不多200块台币。先泡个脚，你最羞噶，不敢乱想，又怕我会痒。我很怕脚底按摩，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痒，可是他那个刚刚在捶的时候，给我还不错，才200块台币，而且我觉得按完我的脚好像变白。做的怎么样？200块，你看你那臭酸呀！没钱才去按摩，还有这样漂亮。这 Apple Cider 给我说卖不到台币30块，红楼100啦。现场跑红包？没有，听朋友讲的。现在是晚上11点，我们已经回到房间了。你以为我们今天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可以啊。我们现在要去我们旁边。Sky Bar 要补妆的快补妆哦！是因为他音乐太大声，我们要提醒他哦，小声一点，吵到我们睡觉。看妹啊，那蹦蹦叫啊，那看妹是啥代？我们去关怀一下。